S 级马力粘着对手打，老秦头被吓得不轻。大家好，来欣赏两场高端对局，来自叶枫打秦红，那非常的好看啊。那开局的话，秦红想要吃掉叶枫的八神呢、哦。压得不太好。有晕值了，差不多怕一下啊，只要能够相杀就可以打晕。好，这把叶枫呢也是怕被抓，直接跳起来。而这边的秦红呢，用一个安全的指令跑抓哈，刚好抛中了这个叶枫。哇，开局这么勇敢，就直接大规划过去了。叶枫这边卡位卡得相当好啊，刚多西迪直接跑抓，有点帅气啊。这波倒地之后选择了发一个无敌波，好，能量产生直接可以发，这下要磨死了，没办法啊，没有能量，只能束手就擒，坐以待毙。开局一个战机，好，叶枫赌招，第一次，本局看到的第一次赌招啊。好，下 B 放低身位再做反击，这把打的一个正向丢波，好，这一把直接抢头了啊，命中。在短兵相接当中，有时候下 B 是可以放低身位然后做出反击的啊。好，这一下空投反抓，砸了一波头，有点疼哈、啊，但是叶枫还是偷铁，依旧往前冲，黄狗撒尿，直接升龙甲，好逃出来，哎呀，中了一个三连，这下果断再次出手，偷到下盘车，带入一个第三带走了，眼看就要反三了啊。手底的大门略微有一点不太好啊，没什么资源了、啊。马力开局暴气，直接架招，再一次赌中。这一套下来，再加一个甲，80%的血量没了呀。哎呦，这把想 A B 躲掉，哎呀，还好啊，空防防住了，反转就在这一刻了，好虚晃了一下，哎嘿，失误了这是。彩头刚好乱动，太喜欢抢招了啊！直接中了彩头，蓝之山反三失败呀、啊，可惜可惜啊！好，点赞接着看啊。话说这场比赛呢，他们是打到了一个9-9哈、啊，看看这一把鹿是谁手啊，这一把谁赢啊，谁就拿下最后的那一局吧啊。有打晕机会，继续有打晕机会，好，这下乱动了。起身抢了不该抢的招啊！这一下乱动的话，大概率可能想会不会想预判对手跑过来抓的啊，或者跳过来抓，就想要反抓。连续的葵花大柱很不舒服，选择了一个能量闪身，直接抓一个大破坏头。好，空防再一次抓到。大柱挺顽强的，哎呀，这个清泉摸的八神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好，这个敲头，好看这波二发的千鹤，开局就直接升龙了，七弟刚进满编之后再刚。顶门一针继续推致死，动不了，再推，哦，也破防，完了，这是打晕了啊，厉害、啊！刚刚八神呢是打晕的八神啊，现在是二发打晕的二发，给力！好，鹿是谁手了？这一局，别冲动，别 AB 啊！秦红的大门有时候还是喜欢通过 AB 来开一个局面的。
哦呵，哦呵，果然这 AD 出了大事了呀！这下是想要打一套晕，失误了。又来，又赌了一招啊！再次吃布阵，很牛批啊！最终呢，也是也封印了。好，关注潇潇不会走掉。